刻翻看你的照片，荧幕突然变得无比熟的画面，我很快注视着你，他就不见，这种情景只好收拾行李，坐着小马的心里会变不能平静。南拳妈妈，我们呢终于又推出了我们最新专辑了。最新专辑的名字叫什么？藏宝图。为什么要藏宝图呢？因为让我们找到音乐的方向。希望呢这个夏天呢能够有南拳妈妈轻松快乐的音乐，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整个美好的夏天。我们手握紧。Yep.